记者庄世贤法国报道，来到花都巴黎 ，shopping 购物，品尝美食，那是一定要的。在巴黎知名老佛爷 Galeries Lafayette 百货公司 shopping， 同时还可体验 DIY 制作法式甜点马卡龙，感受不同购物乐趣。老佛爷百货公司是巴黎人气百货公司及购物地点，走逛老佛爷享受购物乐趣之外，还可有不同体验活动，如老佛爷百货公司近期新推出的马卡龙 DIY 体验活动，在百货公司内可体验马卡龙制作。来到百货公司内的体验区，在烘焙老师的指导下，首先学习制作马卡龙的外层饼皮，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后的面糊装在挤花袋中，在烤盘上挤压出一个个圆形状，而挤压时尽量让每个圆形的大小雷同。虽说做来不难，但有时不小心一时失手，挤压出来的圆形大小有所差别。之后将挤压好的圆形面糊放入烤箱烘焙。接下来是制作马卡龙内馅，当天制作的是巧克力及开心果口味的内馅。依照老师的教学步骤，将内馅制作完成后，将馅料抹在圆形饼皮上，再将另一圆形饼皮覆盖其上，微微轻压，马卡龙制作完成。品尝自己 DIY 手做的马卡龙，品味法式甜蜜滋味，同时又体验自己的手艺，滋味难忘。品尝自己 DIY 手做的马卡龙，品味法式甜蜜滋味，同时又体验自己的手艺。记者庄世贤社，在烘焙老师指导下学习制作马卡龙，饶富趣味。记者庄世贤社，老佛爷百货公司近期新推出的马卡龙 DIY 体验活动，在百货公司内可体验马卡龙制作。记者庄世贤社，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 shopping， 同时还可体验 DIY 制作法式甜点马卡龙，感受不同购物乐趣。记者庄世贤社。